当工具，这是什么？摩托车的阿门。阿门有一台摩托车和摩托车，这个阿迪车车的。阿迪车车哈，跑车。跑车。这个是什么？计程车的。计程车，大姐不要开计程车好吧？计程车，这是什么？带小朋友的车车。娃娃车，娃娃车，好，那什么？捷运，捷运，高铁，高铁，太棒！这个呢？啊，是到底阿车，消防车，到底阿车，对，到底消防车哈，消防车，这个呢？救护车，救护车，这个也是消防车，这个也是消防车，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救护车，这个呢？车车，这个也是车车车，好，双门轿车。双门轿车，好棒。这个呢？垃圾车，垃圾车，这个呢？忘记了。邮务车，这个呢？修理车，修理车，好棒。这个呢？游览车，好棒。这个呢？警察车，这个嘞？摩托车，吉普车，小巴士，小巴士，再讲一次，小巴士，可爱，这个嘞？坦克，那是坦克车，没关系，这个。战斗机，战斗机，妈咪飞机，嘟嘟嘟，都开直升机了，直升机，有的时候直升机，嘟嘟，都开好，可以坐坐坐，这个嘞，大卡车，好棒，下面都是卡车哦，这个嘞，大卡车，我妹妹叫你这是货柜车，货柜车 ，OK。好，再次，好了，可以了，你给小姨说拜拜。再次，好了，小姨拜拜，你先说小姨拜拜，我们就再一次，你说小姨拜拜。小姨拜拜。拜拜。